大家好，我叫麦当聪明。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是人可话不多类型，变行动和职业都超强，我能很清晰的感受得到。虽然说我平时互动少，大部分时候都在评论区，但我有预感，所有订阅我频道朋友呢都会暴富，并且能守得住财富。那么今天呢，为了回馈给大家支持啊，在评论区留言加点赞本期视频，我准备了一份 BK 的周边送给大家，并且在另外抽三人，每人获得10枚的 BGB 代币。那上一视频呢，我也已经开箱转账了，大家记得登录一下 BK， 查收一下奖励。那这里话又说回来呢，本期的主要内容我们还是来围绕一个最新的一起活动来展开，总共两部曲，有新人注册空投和蓝水普瓦矿。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人注册教程，跟着我的手把手教授，最早可以获得20枚 BGB 的空投和零路白嫖挖矿奖励，大家以小博大肯定都不会差。一个这次呢也是福利再次拉满。那这里首先呢，我们最重要一步啊，就是点击视频介绍中的注册链接，注册一个 BK 的账户。现在的话呢，在看视频的帅哥跟美女们可以操作起来了。本次的活动是面向新人的福利，所以你是之前注册过，但是还想薅这笔空投的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看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还没有注册的，又刚好想注册了，你就可以帮他注册一下。这里的话，大家懂得懂啊。打开之后呢，注册需要填写手机号、用于集验证码和设置好密码。那只要是通过我链接注册朋友呢，大家交易的时候可以返20%交易手续费。并有句俗话说的好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怕拿没拿，开回家。那我们注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安全设置里面把 KYC 验证一下。验证的过程其实还是很快的，扫个二维码，然后上传身份证加人脸识别，整个过程两分钟都不到。那等待 KYC 的时间呢，我们也别浪费，可以刷个视频放松一下。小鞋子跳舞，赤着脚在风漫步，我笑了你还装酷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小心的闹区的树，心一过春阳就漂浮，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，保持我的态度 Nice。紧接着呢，完成 KYC 之后，我们就来到第一个活动页面啊，注册 BK 有机会领取10枚的 BGB 空投。同样的，我把活动链接也放在了视频介绍里面。这里建议的话，在网页端操作比较好，这样子也比较方便，也比较丝滑，看的也比较舒服。我们在活动页面点击立即参与，接着我们回到资产页面，这里点击充值，拿到充值地址后，把资产存入 BK。这里的话，我今天是充2000 USDT， 之后新人挖矿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得上。到账之后呢，任意现货交易大于1就行。我们可以用 USDT 买卖1.BTC 或 ETH， 而新人空投奖励呢是5到10枚 BGB 之间。本次的活动是7月30号到8月6号，在这期间注册新玩家才能独享空投。除此之外，这里的空投奖励它是能超级加倍的。这里有条规则是，假如你在任务中获得了10枚 BGB 的空投，后续你只要是参与了 Lost Pool 的挖矿，它还会空投10枚 BGB 给你，加倍的奖励需要在活动结束后才能发放。那具体是如何参与 BK 的 Lost Pool 挖矿和超级加倍呢？这具体的操作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官网首页呢可以看到一个打新专区，我们点击 Lost Pool。本期上线的项目呢是 Layer 3，该项目呢就是一个 Quest 平台，在上面做任务拿奖励的。现在发币上 BK 的 Launch Pool， 总共是有3个质押的矿石，第一个就是熟悉的 BGB 池子，总共是有267万枚 L3 代币。按照上期我跟大家介绍的挖矿 ROI 啊，平均每期持有 BGB 参与下来的收益呢是 1.8%。那这期呢 BK 也给大家贴出来的收益是 1.5%， 都给大家算好了，看来确实是这个数。那这里有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的 BGB 参与了一个项目挖矿之后呢，它是不能同时参与多个的，就比如说现在上线两个项目嘛，你的 BGB 只能质押在一个项目的池子里面。而本期 Launch Pool 的挖矿的第二个池子呢是 USDT 池，这是仅限于新用户参与的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建议大家充值2000U 进来，那这2000U 呢刚好就是参与这次 USDT 池的，参与之后就等于说他是白嫖了这个 L3 代币了。拿新人注册空投和用 USDT 零路挖矿非常适合稳健型玩家，而且它主要是真的稳，你想想在市面上有多少套路就是你去参与然后自己本金没了。那这次 Lance Pool 设立了专门的这个新人矿池，预计的年化收益呢有 200%。 我帮大家锤炼算了一下，那就是按照 2000U 拉满去挖的话，9天挖完它是估计有 90U 了。那这种方式呢对新物也比较友好，也很有效。那到最后一个池呢是 L3 的代币质押池，这个币去质押的话风险就相对高很多很多，而且挖的也比较少，并且有代币下跌的风险，值得参与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拿新人注册空投和用 USDT 零路去挖矿。那说完了就不
还有一个就是 Big Get App 的专属活动啊，活动日期是7月30号到8月8号，同样的也是在我们视频中的介绍链接。先打开活动页面，本次活动参与了最高可以抽2000枚的 BGB 和周边的奖励。我们这样活动页面点击立即报名，因为我是老用户，所以第一个我是完成不了了，少了一次抽奖机会。新用户下载 APP 的话，它是可以免费抽一次的，你们可以点击立即报名，然后点击去完成，然后下载 BK 的 APP 可以多一次抽奖机会，并且完成500余的交量还可以再抽一下。而我这种老油条玩家需要完成5000余的交易量，那完成交易量呢，其实就是现货交易啊，完成一买一卖这都算一次。比如说2000余买入 BTC，再卖出2000余的 BTC， 这就是4000余的交易量。那完成交易量之后呢，我比较非洲人，抽到了是1枚的 BGB， 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欧皇，可以一发入魂把这2000 BGB 都带走，到时候可以发出来看一下，让大家羡慕一下。那到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的是，本次 Big App 的专属活动呢，它是仅限于该设备以及该 UID 首次下登录的，那多个 UID 在同设备首次登录，它是不符合发奖资格的。这里我给大伙翻译翻译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不能用同一部手机去登录注册过的账户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影响你的中奖资格。我们需要做到没注册过 BigGate 的手机和有新账户，这样子一一比对。好的，那到这里呢，这期内容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觉得我内容不错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频道，大家不要忘记评论区留言，每期呢我都会送点福利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